怨啥人知？人生路苦望了解，千里难舍，有也难定。坎坷人生路，犹原爱行。 看袂出来，你对李将军的感情已经这么深哦。阿秀姐啊，我是安怎？你讲我，你家己嘛同款。我跟你才无同款嘞。啊，你看清清耶，那个有啥搞头？阿秀姐啊，你阿秀、好了，啊，恁两个伫水底啊内底佚佗啦？唔是啦，庄主，阮是无势力跋落来啦。对啦，庄主，阮即摆两个人辛苦在东东路，介麻烦你。好啦，我了解，恁先莫紧张，稍等一下，我马上找人传恁先去换衫。多谢庄主。 所在实在足大个呢，我自细汉啊大汉哦，拢毋捌伫个遮尔大个房间内底洗身躯。啊无你以前拢是伫倒位咧洗过啊？我拢是伫咧溪仔边，也是水池，看无人就跳落去啊。哦，那安尼你以前洗身躯个所在，是比遮加搁较大嘞？哎呦，阿小姐啊，迄无共款呢，那是伫个外口，即摆我是伫个房间内底呢。 哦，那个平钱啊，那你跟伊聊啥了哦？你从中来这些款所在，伊只鸡都较大，而且嘛鸡较细哦。哎，我唔是伫咧嫌生，我只是感觉讲，这个世界上遮尔侪人，是安怎创造个环境，才会差遮尔侪啊？即摆新婚哦，是公主，改是无同款啊。好，唔是，是林安公主，敢有需要替伊洗脚听？诶？ 洗身躯哦，准备林安公主，这个。是安怎让你的脚趾片有一个甲花牡丹这么同款的姿势代志？大胆阿秀，唔是讲要跳到洗身躯，哪会规包拢无叮当啊？ 好了啊，我厝个囡仔家就大，啊无你一个人先豆豆洗，我先出去偷菜去。哦。啊！过脚趾后，嘛有一个主洗胎记啊。感觉河流真是真的有洪公主。哎呀，袂用你啊！我即摆是去甲娘娘讲，代志一定会愈舞愈大呢。那呢，我即摆应该要安怎才好啊？ 叔兄，告诉讲你也是伫遮就好啊。阿秀姐啊，我哦从来毋捌洗身躯洗啊遮尔爽快呢。以前伫外口洗，拢会惊有人啊，是水内底有蛇，啥物有诶无诶，即摆拢毋免惊。对啦，你敢放开？你敢放？受伤无哈？我无代志啊，多谢母后关心。唉，讲到即只毋正好哩吼，无才调对付咱翁仔某啦，就对付咱即两个查某囝，实在足少年的。姨妈，伊敢有亲目睭看到迄只老狐狸？无呢，迄当阵伊对我后壁行过，啊，我就摕迄洗身躯的盐压伫伊的面，啊，我袂付看伊，伊就走去啊。皇上，娘娘。 虽然无亲目睭看到火狐，啊，毋过伫外口的壁顶哦，有看到火狐流落来受伤。嘿，是讲这件代志嘛是真奇怪嘿，啊，这个火狐啊，无可能甲林安啊有啥物冤仇啊，啊，是哪要害你？迄只有一个可能啦，迄就是因为我若是即摆就讲出，狐狸的脚趾后有一个红红的蛛丝胎记，反势害着伊，我是先莫讲。阿秀啊！ 你咧讲话讲一半哦，听的人啊，敢若足家己个咧，紧讲，什么代志？我是讲哦，迄真有可能是因为河流哦，河流伫来问阮的时阵哦，伊毋是找伊一大堆朋友来甲皇上斗相共，所以破坏迄火狐的计划，互火狐怀恨在心，所以才想要来杀河流啦。哎，你真正敢若我腹肚内面虫咧，我嘛是安尼咧想咧。林安啊！ 我看哦，迄个火狐哦，已经烧到唔知影人去啊！看到人就要杀，后摆唔准你家己一个出去，知无？我知啦。哎，何勇，伊只老狐狸佫出来乱啊！你甲想看卖，伊到底想要创啊？这也使讲，当然嘛是要爱去大明朝的江山，要坐你皇帝迄个位。坐我的位？来看伊要坐到这哦。皇上，娘娘，我感觉咱踮毋只足危险的，咱也是较早回家后较安全啦。 对，阿秀啊，咱两个愈来愈会通啊！我嘛想讲哦，一定要赶紧回京。等咱玉凤啊身体若是较好的时阵哦，咱就随来转吼。启禀皇上，皇上，代志大条啦，皇上去了啊啦，上去了啊！好，皇上饶命！我手我紧张讲唔对话，请皇上饶命！哎，臭头啊！你著免记知影讲，这往来吼，迄个胆哦比鸟出仔屎搁较细粒，你莫安尼甲惊啦。是啦，也是大咖。 牛也是牛吼，较了解我，较听我。往来我来讲哦，后摆讲话哦，搁无注意哦，我著一针针甲你喙起起来。是。什么代志？起来讲。皇上，请看，老先生哦，向通缉啊。啥话啊？这李神中是起笑是中邪，敢做这种代志啊？伊真正无甲人囥伫目睭内呢。哎，老爸是防止回京嘞，伊竟然甲当作通缉犯。 啊，真正有影是哦，这个哦，前面就要回去啊啦。对，皇上英明，咱也马上回去。嘿，阿秀啊，看你这个口气哦，你真是做输人面输兄的哦。不是啊，娘娘，我真想讲哦，咱。启禀皇上，你是认为一动不如一静，所以即摆上好的办法就是继续留在面遮。是安怎啊？就算跟我提多的麻烦，嘛比留伫遮较好啊。而且我需要即摆人伫咧行城，若真是发生啥物代志哦，大家嘛较好参详。嗯，也是安尼讲哦，也真有道理。起免互相，故事即摆已经是自身难保，免得帮助互相。以迷信之见，只善良心思周密，毋是一般的武将莽夫。伊既然甲大胆逮捕国师，就表示讲伊享有成绩，有绝对的把握。也若无，伊无可能发动攻势。我代理，我相信阮师兄一定有办法会修理太师的。 这都唔免学大人咧操办啊！哈，小姑娘，咱都袂用用皇上的性命来滚算账。咱若是一回京城，你善用避免双方刀兵相见，啊，真多啊，真啊危险的代志。就算讲李太师要造反，刚讲咱踮伫遮，伊就袂派兵来。搁再讲李太师若真是派兵来，咱一方面要对付火候，一方面要对付李太师。我请问欧大人，咱遮这几个人，敢有法度用保护皇上？ 你拄则毋是讲，高叔绝对有法度对付李善良，你对高叔是充满信心，但即马是安怎？我即马是安怎？无安怎？我是感觉也是踮遮等待高叔的消息较好。袂袂，皇上，阮师兄即马一个人伫咧行城，啊，毋过李太师有足侪兵马，我惊咱若继续等落去，恐惊师兄会互关伫咧大牢内底啊。那正是安尼，皇上佫较袂当回去。王大人。好。 已经决定啊！明仔载就等行城。何勇，神在，未解行程就交互你安排。神遵旨。嗯。你讲啥？何里位才是真正玉皇公主？这件代志起码只有天知、地知、你知、我知，也毋过。也毋过什么啦？ 朱元璋明仔日就要回京，这一路上难保袂有人知影这个秘密。一旦互你互人发现，伊才是真正的公主，咱的计划就拢去了了啊！那安怎紧甲互你除掉啊？我本来已经安排好啊，要嫁祸互悔祸，也毋过失败啊！我即摆阁等其他的机会。 无要紧啦，那安尼我来找机会。袂用啦，即卖河流和马秀规工拢形影不离，马大哥嘛真关心河流的安危。我咧想讲，因就有可能利用河流布局来掠火候。万一咱若是中伊的圈套，你的身份互人识破，咱所做一切拢白了工。也毋过河流的身份若是被发现，咱的计划嘛是共款来失败啊。静观其变。 你毋过想想诶，就算讲因知影后你的身上有红红抬去，这嘛无代表以你的相信，伊就是真正玉皇公主啊。无毋对，所以咱要好好用。无抓到未来河流，就是咱一项真有利的武器。我绝对袂让河流夺走我一切。 心又在消磨，浪子也有回头时，歹行的出头天。世间无人靠近，提出咱真心。所以咱要好好用，无抓到未来河流，就是咱一项真有利的武器。我绝对袂让河流夺走我一切。聪明人的做法。 就是爱对河流较好，若是安尼，就算我河流发生啥物代志，李继英嘛袂怀疑着你。我知影啦，李继敢有消息啦？无代，你若想要拥有即卖一切，都要先学会晓无情。我知影你真介意李继，也毋过为着代志，你必须爱有所牺牲。 暗时啊，你著困内底，无困外口，我来保护你，免惊吼。嗯，我都唔知影讲哦，这大明的江山你是安那拍落来？哈，即摆来忽然间变到这尔啊无胆啊！好啦，就算讲有人要造反啦，嘛是你爱困内底，我困外口，我保护你，你一国之君呢？你保护我？对啊。出面柳青云纠结。哎，这女上主，啥半暝唔困早来怎？阮当食饱休闲无代志啦。入来。 参见皇上娘娘。上吕堂主哦，这暗啊，什么代志哦？楚平听讲皇上已经准备要回京。是啊，咱皇上沿路的安全是谁在负责？哦，我已经交外方去安排行程啊。是讲吕堂主啊，啊你问这句话意思是？楚平大胆请求皇上允准，调请镖局之友沿路保护皇上回京，以防不测。 安尼，敢会想麻烦你啊？皇上为万民所敬仰，只有平安回京，才是万民之福啊！啊，我哩好啊，刘堂主啊，有较辛苦你啊，臭头啊啦！啊，你来遮食人的、用人的、带人的呢？啊，你即马敢若讲辛苦两字尔？啊，你敢唔免甲人？哦，安尼我知。啊无，刘堂主，朕都奉你做扁皇上。 楚平一生为大明了，并无想要求一官半职，请皇上成全。哦，真罕咧看到这种光明白里面头前，佫有技术的人呢。袂歹，朕欣赏你。多谢皇上夸奖。天地有正气，责任负流行。皇上唔倒转来，交予伊这个叛国嫌疑犯来调查真相。天界也有这款代志啊！我即马职责所在，既然到政府啊，我明个无办法。 太叔，你浩然正气，会当甲宋朝文天祥相比，毋过你是毋是当失强真爱恨，都要看你是毋是能改变你所相信的事实。你千万唔通互眼前所发生的代志所蒙骗。哎呦，我的大故事啊！你即马阁有心情写进去过？我是自我利益。狐狸，你有探听到什么消息无？有啦，我听人讲，太师准备要家己的国师傅抄到证据，交予刑部，然后判你叛国之罪。狐狸，知影新国事。哎，等下啦，你是要去倒啦？我要去找太师，我要将代志解释得清楚。 我绝对袂当让太师阁得到奸人的圈套。我是烦恼讲哦，国师大姐袂解释清楚，就会亲像写这个正气阁文天祥同款，变做该下手。哎，国师啊，太师的个性你是上清楚的啦。你这时阵去找伊讲道理，明明就是秀才拄着兵，有理讲袂清嘛。狐狸。 我相信太师，唔是一个不明事理的人。对啦，伊只是有淡薄仔戆而已啦。是讲你安尼，家己装去，唔着家己为工业内底跳，不行的。我一定要想一个办法，甲你太师引来阮的红秀楼。我安尼做，拢是为着阮的大国师啊。 就算讲这李太师是一粒大石头，我嘛一定要想办法，甲弄扛过。等一下，恁只要负责，把头前迄两个扛轿的人弄好倒，想办法让轿内人搬出来，其他的代志我来负责就好。是。 紧准备！开始！太叔，组长，今日无话，太叔。我无代志。 无需要大惊小怪。是。太叔，民女无心，无注意去弄到太叔所坐的官轿，请太叔恕罪。既然甲无心，何罪之过呢？太叔，你受伤安尼？哦。哎，万万不可用手挖垃圾，用我的手巾仔。太叔。 你的血那是黑的，敢讲你中毒啊？老大，竟然搞出太叔下毒！对阮的情不知保护，放阮的爱又甜变苦，等你的心又再寂寞。 太叔，你的血那是黑的，敢讲你中毒啊？老大，竟然敢对太叔下毒！我是要安怎对太叔下毒？今仔日我甲太叔是头一届见面，而且我甲伊嘛无冤无仇，我是要安怎下毒？这个毒根本就伫太叔身躯内已经真久的时间啊！而且这个毒的名叫做老冤公。我别乱讲。 太叔，我绝对无白乱讲话。根据民女的了解，你这个空嘴所流的血这尔乌，你若无赶紧治疗，难的真紧，你就会气血攻心。我问你啦，最近你敢会感觉你的气血真袂顺，你的心肝头真无爽快？安尼就对啊，太叔。 我红秀楼内底有真侪灵丹仙药，假使讲你肯对我等去红秀楼，那呢我找人好好替太叔诊断一下。你放肆！本太叔哪有可能去红秀楼？是我相识的场所。太叔，有啥物代志比家己性命搁较重要？你莫听遐乌白人讲话，也唔去笑鬼。我是为恁的设想，假使讲太叔有啥物三长两短。 这个责任，敢是恁担得起啊？恁看，太叔的毒，即摆已经发作啊！哎，啊恁大约徛伫遐要创啊？赶紧把太叔扶去红秀楼。啊，若无到时阵，伊会毒气攻心，恁想要救就袂赴啊。嗯。 啊！即卖恁是安怎？恁遮尔济人，我敢有可能动骹手？哦，我知影啦。啊是根本恁对太叔就有意见，才挑工无想要救。你即摆我白讲啥？你唔记错咯？啥？太叔，你真神啊！这是什么所在啊？这就是应天府鼎鼎大名的红秀楼。太叔，你这么紧张要创啊？你下骹手人一身一身踩在门骹口，就敢那门神同款。我是会当对你安怎？太叔，你上好莫胡白乱叮当。为什么？因为拄则你独去公司，好佳哉，我已经替你解毒。也毋过，毋过啥？也毋过，你的毒还未完全退。假使讲你安尼黑白乱叮当，到时阵倒去公司，若安尼真紧，你就无法度讲话，无法度行路。啊，啥物人替你掠贼啦？这太叔，我是认为讲吼。 你著伫遮好好休困，等你的毒拢退了后，你才搁去行步，安尼嘛袂慢啊！你哪知我要去行步？太叔，我知影你精通书法，我最近拄好得到一百字，想要请太叔替我鉴定一下。我只是未通一字尔。太叔感觉安怎？ 这个字迹，都产生飞龙走壁，字字吟秀。写这个正气过的人，是心怀大志，忠于正直。写这个正气歌，是何等的人数？写这八字的人，是太师实在真久的好朋友刘碧芬。是刘碧芬。 太叔，你讲我字迹会当看出一个人的个性，那呢表示刘佩温这个人是一个充满正气的人。安尼讲起来，伊哪有可能会造反？太叔，假使讲你甲国师抓起来关，那呢真正就着着奸人的诡计啊！我条国师袂当互你女人之辈在讲话。无唔对啦，我是一个女人。 至少我无亲像你安尼是非不分，老糊涂、老翻颠、乌白乱掠人。大胆！哎呦，我讲我的太叔呀，我只不过只是想要请你甲国师见一面，两个人当面把话讲互清楚。你敢需要对我一个女人讲话遮尔啊歹声嗽？你是安怎有老伯阮亲笔所写证据过呢？ 老先生，你若是阁袂赶紧出来，我看太师就会叫我起甲破病。太师，多谢胡林救你上朝。老伯文，你竟然咪咧红袖啦！要哪呢？恁两人串通好势，设计我来这个所在。太师，事出紧急，佩武不得已就安尼做。 请太师见谅。家属恁也是等家等啊，刑部受审，我就无追究红色啦。司总判决状元之罪。太师，你写写句句讲国师是叛国的罪犯，假使讲你真正把国师抓起来关，那呢我看你这真正是叛国的罪犯啊！胡林，我想要单独甲太师讲话，敢不敢将胡林暂时离开？ 太叔，假使你坚持要将我离甲，皇上无了解状况，会认为太叔控制起军，想要谋反。到时阵，太叔要哪解释，都解释袂清。讲来讲去，你也是唔肯认罪。太叔，微微甲张杰交给地下门，呼去皇上，这是事实。我相信因两个人是互人利用，甲太叔绝对无关系。也毋过，只是我一人相信，这并无路用。 必须要皇上安心，让皇上相信，才会。若以你之见，是要哪让皇上安心，让皇上相信的？照皇上意思，交出兵符，其他的代志做梦。我愿意将兵符交别人，都无愿意交互你，因为你私纵用法。我若要将兵符交互你，要哪呢？大明朝有几个人有法度通治你？ 老伯阮，咱两个私交是非常好，也毋过我身为监国，袂个因为私来废公，而且如意算盘也拍了真精。我是希望你会当乖乖家倒转来行步。太叔，请这我着批阮不能将兵，不能将兵。好，变安尼，我就无需要听你解释。我是你阿弟讲，咱是同朝为官在成婚，而且你也替大明朝建下着这个结功。我互你一个自首的机会，我今嘛不爱掠你，也毋过我若离开这个所在，红秀楼若是归下，就是因为你。 太叔，太叔这是走，恐惊大祸临头。有哩，只是红秀楼恐惊以为我拖累。伊若是敢动着我红秀楼，我绝对会放伊煞。来人啊！ 传令落去，命你我带人包围红秀楼，逮捕老百阮归案，不得有误。是。要有，今仔日无人家，我就无要去。敢讲连家己的后生嘛，不要去。弟，你什么时阵倒转来？阿弟啊，请你收回声明，先卖掠国师。为什么？阿弟啊，你先听孩子的话，等孩子有代志要甲阿爹禀告。好。 也拿来抓老伯，阮暂时按下。恁出去大门守过，不准任何人入来，不得有误，知无？是。弟弟，你为什么阻止我抓老伯阮？因为即摆意图妙反，唔是老伯阮，是咱爸仔囝。 心又在寂寞。弟弟，你为什么阻止我抓老伯阮？因为即摆意图妙反，唔是老伯阮，是咱爸仔囝。你是咧胡白讲啥个？阿爹，你敢知影？ 阮甲张杰交结地下门要抬皇上，正是这款代志。是，害你皇子进灾，伫倒来时阵拄着皇后娘娘伫找皇公主，后来皇上到苏州甲阮会合，害是皇子护驾。伫回京的时阵，受到地下门教主火火攻击，害是亲手逮捕两个人。这两个人都是阿爹新爸魏巍甲张杰，因为安尼，皇上才对咱爸仔起疑心。不怪。 莫怪老伯阮讲我明咧家己啊，假使我若是家己啊，我著犯了叛逆之罪。我对皇上这么忠心，竟然阁怀疑我。阿爹啊，本来皇上疑心无这么啊重，是害事误伤着皇上，犯了刺杀君王大罪。你来这么大胆！ 阿爹，害你是受到奸人的诡计，受到念力控制，唔才做出这款代志。念力是啥物念力？念力是邪教一种法术，会当让人第一瞬间失去神智，心性嘛会改变。你会当互念力控制，就是你定力无够。妖，你竟然敢伤着皇上，你为什么还可以当安人倒转来？害你是不顾是非，畏罪逃走，是罪加一等。 你为什么要这么糊涂？阿爹啊，孩子安尼做是不得已的。咱理解，即摆犯的是意图谋反之罪。孩子若是无比皇上较早转来，甲代志问好清楚。无听到阿爹，你已经犯下大错。咱理解，几落百条性命都乌有去啊！老爸，阮私藏龙袍，这是事实，我敢明的无关系。谁是是，谁是非？ 就等皇上倒转来，再来定夺。杨阿爹，国师这边是皇子回京，你就应该遵旨甲兵符交出来才对啊。谁知这一切是毋是老伯阮在变鬼呢？我应该无解的啊。也毋过我代志若我未调查清楚进程，我无可能将兵符交出来。真无简单，当个京城，一定要好好处理代志。何勇，现在，朕命令你即刻率御林军去包围太师府，把李先忠兵给抓起来，交予刑部发落。皇兄，万万不可！何勇啊，啊你是安怎？最近听讲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。朕即摆当个京城，敢讲袂当照家己意思行事？启禀皇兄，微臣认为。 李先忠白仔囝兵权在手，但是无能行动，恐怕会变白仔囝直接造反。哎，李先忠违抗军令，李奇佫犯了杀君之罪，安尼佫无算谋反。因谋反是事实，当然应该逮捕，也毋过逮捕因白仔囝实在是一件真大的学问。哦，不归不学哦，你咧笑朕无含就对了哈。微臣不敢。 微臣斗胆请求皇上将逮捕李先忠白仔囝的代志交微臣处理，微臣一定让皇上满意。有影无影呢？若是处理无满意，任凭皇上处置。好，何勇，现在这个代志就交你处理啊，不得有误。臣遵旨。启禀太师，皇上回朝了。我知啊，你落去。是。 阿爹，皇上这么紧就回来，你有啥拍算？我决定要面见皇上，向皇上请罪，先煞将兵符交还伊。阿爹，也毋过皇上即摆对阮的疑心这么啊重，伊敢有可能予你入宫？启禀太师，何丞相来访。何丞相，您请入来。是。阿爹。 你千万要注意胡惟庸这个人。阿爹知影，第阿爹还袂甲皇上见面进前，你明个暴露你的行踪，你回避一下。是。丞相，请。李太师，小人未知丞相来访，有失远迎。丞相，请进。丞相，请坐。太师免客气，我就奉了皇上旨意，专工来慰问太师的辛劳。小人是太罪之身，哪有通讲什么辛劳呢？太师言重，皇上圣明，一切代志伊拢清清楚楚，所以专工命下官出面，邀请太师过赴饮宴。这拢是圣上恩典，丞相也无安尼。 你先请，小人随后就到。哈，若是安尼，我就先回府恭候太师大驾。丞相请。阿爹，你敢真正要去？丞相奉旨设宴，我敢明个无去的心。而且我用个趁这个机会。 将这个兵符交予皇上，表明我的心情，也让皇上放心。姑苏，好消息！夫人，是甚物好消息？皇上回京。皇上回京？拄则我甲警卫人啉烧酒，因讲皇上最近回京。 而且皇上回京这件代志，只有内宫的人知影，并无惊动着应天府的百官。皇上突然间回京，一定是要治太师的罪。夫人，在下先告辞。哎，等一下啦，你是要去倒啦？我要马上去面试。哎，姑苏，姑苏，哎。 启禀丞相，太师已到。有请。是。太师，请。丞相，太师来啊。是。啊，林公主呢？那无甲你做伙来。 伊是毋是畏罪毋敢来？丞相，阮毕竟是受人陷害，何罪之有呢？而且圣上你嘛讲过，皇上对这代事是清清楚楚啊。无唔对，皇上是清清楚楚，已经清楚你爸仔是叛逆之神，罪不可赦。原来恁这是言无好言，我来了唔对。对，既然来了唔对，那恁就卖回去啊。 丞相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李成强，你密谋叛国，私通反贼，你该当何罪？丞相，我对皇上忠心耿耿，哪有可能勾结反贼呢？忠心耿耿，你若真正对皇上忠心，你哪会派家己的心腹畏畏张杰私通地界？因是向你用去，我却是一督导不周。 杨过嘛袂因为讲因勾结反贼，就来设定讲我有罪啊！你的手下私通反贼，你讲你无罪，那咧你后生你去行刺皇上，欺君犯上，敢讲你嘛无罪？对阮的情不知保护，放阮的爱又甜变苦，等你的心又再寂寞。 杨过嘛袂因为讲因勾结反贼，就来设定讲我有罪啊！你的手下私通反贼，你讲你无罪，那咧你后生你去行刺皇上，欺君犯上，敢讲你嘛无罪？这，恁爸仔犯下滔天大罪，恁竟然唔知影悔改，你搁借监国之便，查封国师府，违抗圣旨，诬陷国师，事后搁唔肯交出兵符，意图不轨，条条大罪，其心可诛。 你阁敢讲你无罪？你胡说的，这拢全是误会啊！是毋是误会？你留咧向刑部大人讲。李成强，你若是肯交出兵符，乖乖认罪，我会考虑替恁李家大大细细求情。也若无，你嘛知影李家的家族会有甚物款的下场？你毋免威胁我，我本来早就想要交出兵符啊。摕来。 来啊！走！将李成强押起来。是。哎呦，你安尼是从啥？将李成强押入去刑部大牢。是。哎呦，对。哎呦。奇怪，阿爹哪去遮久啦？敢会发生什么代志？少爷，少爷，唔好啊！太叔向掠去啊！何勇，日记，你是爱这个官兵把你押走，还是爱家己乖乖对我行？我问你，阮阿爹咧，即摆伫倒？你放心，伊还阁活咧。真紧，恁爸仔囝就会当伫个大楼见面。带走。日记，你若是反抗，就罪加一等。你我同条为官。 我无想要对你动武，只要你乖乖上北，至少表示讲你还阁有悔意。无定你皇上会看待恁爸仔囝过去的汗马功劳，对恁李家族人望开一面。 지마랑 못 가게 내 혼자 나 어리기 모두 전시 산장所受到这款不白之外，我不好啦。国师讲的话，既然甲句句属实，伊就一定想办法来解决。行军上惊的就是心浮气躁，心难都袂静。接落来。